写予学生朋友诶代志，八，阿添八，台南水仙宫边仔巷仔底，住一个人叫做阿添啊，逐日透早担一担菜去水仙宫边卖，半晡菜卖了，转来厝呢，洋洋无代志，门口不分。诶，囡仔，虽讲趁无啥钱，也是逐日倒三顿，悠闲无烦无恼。巷仔口大街顶住一个生理人，名做本啊，开一间布店，生理家业，趁真济钱，总是为早到暗。舞无停，有时连啉一喙茶的时间都无。50桶就着高血压，医生讲伤力的关系。因某劝伊生理做较少嘞，总是钱趁惯势啊，较讲嘛是放袂落手。一日下晡。位巷仔口过，听到轰仔声，雄雄规个人轻松起来。好闲，我入去巷仔内，阿添伯坐椅了，啉茶不分茶下轰仔。我去甲招呼，问伊哪有时间逐日啉茶下轰仔，应讲那无。钱趁了，时间济济拢咱个。钱太趁会了，会啦。一担菜卖了，钱就趁了啊。到遮伊才了解，要有闲时间，必决是在伫钱趁了。想要甲伊试，讲安尼啦。我看你一日卖一担菜，总赚无几个钱。要是菜市场内买一个摊位，卖鱼卖肉，赚较有。恁某嘛毋免阁去共人洗衫、摒厝内，讲较简单，要去倒位录迄个本钱。本来讲，咱。伫记好厝边，我借你即个本钱免利息。正是菜市内某一个摊位卖鱼兼卖肉，生理家业，钱愈赚愈多，也无时间通啉一喙茶。阿本位巷仔口过，煞也毋捌。搁听到好听的轰仔声，嘴内念钱无影趁会了啦。